好，卡了位。好，没机会，没视野啊，看不到小虎回来。还想尝试一波，有被动的小虎，漂亮一个大脚板直接抓回来，抓回来抓到塔下，没机会了。小虎这个闪现还是非常快的。好，知道你打野在中路头了，下路这边想雷月，奈特这里有六级了，先扛打大招，漂亮大招，这样的话奈必死无疑了。好，入了这里必死无疑，没什么办法，没有操作空间。很喜欢四个大字，有点搞笑，但其实这波目的达到了，所以不搞笑啊。哎，那个牙膏，因为目的就是打小号的闪现啊，杀肯定杀不掉的，就是打闪现。好，这里过来蓝兵线，不让你射我的兵，后面全有保安，保安到底了，卡拉会在的。克里斯比过来先扛塔，大刀过来收走，收走小号这个位置肯定危险了，小号这个位置必死无疑了。好，形成了一换一，杀掉了 Runner 不亏啊，因为打掉了牙膏的 TP， 所以说是绝对赚的。掰我有什么用？老子 W 回满了，那掰我有什么用？我打两个小兵就完血了。好，再把入了换到上路来，这下路一直被越，再上来又吃蝌蚪啊！直接放两条小龙，让入了过来上路拿点经济，还要过来弄奎章体光，这被打断了，完了呀！这里奎章体 TP 回家被打断了，一个恶狗扑哧飞过来，飞过来之后伤害够吗？有大招的卡拉威，天音波没挂到。我的发卡拉威，这赶紧摸眼过来弥补失误啊！天一波没挂到，还好身上有个视频啊，过来摸眼一个 AR 收掉这边的正装。天一波贴脸没 Q 到，有点可惜，浪费了一个大招，不过也无所谓，反正最近应该打不了架。地图全黑了，微博机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踩视野踩过去了，这不失误还是比较严重的，作为一个职业选手啊。身上一个眼都没有，只有干瞅干踩过去。好，岩雀直接从这边来，但是没有视野，只能硬着头皮来打牙膏这个位置。牙膏直接先交闪，交闪一躲真的装顶不住了，真的装这里顶不住了，大招随时一掰，还好有盲僧啊，这里卡拉位帮真的装做了个位移，但是弗兰朵太肉了，一个大三掰掰回来 W 血量往后肿，肿过来还是没得打，后面没有视野了，一个眼都没有啊，地图全是黑的。小龙一拉入了，想往前走，那入了好像走不上来，一个天一波挂到，挂到也没有用，因为卡拉威没有大招了。好，但是微博界可以卡住地形 A 中塔吗？地形一卡 A 中塔，水的小龙不能掰掉。好，位置卡住了，中塔一 A， 中塔 A 完，卡拉威这里是没有大招的。然后万金就过来闪电顶了四条，他自己顶得住吗？自己好重，一个二狗不是一个弗兰朵，弗兰朵太有用了，还没死 ，He's still alive， 一代。弗兰朵，这个失误还是比较罕见的，发生在克里斯宾身上。小龙要刷了，自己还不回家。正常来讲，小龙一分钟前就要集结了。中路过来偷一波钱，直接闪现过来杀掉这边的 Light Ruler， 这就是 Ruler 的路线啊！踩到中路线，直接 DF 二连，直接就把 Light 辱死了。ER 上来滑一套，然后呢闪现过来挂点燃直接秒。好，想过来动高高，好，高高反向跑位，高高这里没闪的，高高应该要倒了，高高一倒，看后续弗兰朵 TP 过来了，弗兰朵挖谁，弗兰朵打地道了，但弗兰朵只能钻原地，原地钻弗兰朵可能要被害死了。牙膏大龙这个时候有危险吗？小伙这个时候自天使被打出来了，没有大天使了，然后卢锡安的伤还不错啊，还是不敢打，还感觉想打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小虎这里有 TP 的，想回家。好，漂亮，打断你回家，不让你回家踢出来。那这样的话，大龙应该是没机会了，微博界没办法 A 大龙了。如果说小虎回家，刚刚回家已经踢出来的情况下，还有机会可以 A 龙，但这个时候已经 A 不了了，因为金龙界的人马复活了。就像这条小龙啊，这个小龙关键团啊，绝甚至可能说是绝胜团啊，这波。好，弗兰朵到处挖地道，地道被打断了，这边真的抓过来顶，但是地道 CD 很快啊，四秒钟就能钻，哎，竟然不用四秒，三秒两秒就能钻了，挖地这个地道两秒就能钻了。很喜欢弹幕的一个字云。弗兰朵顶在最前面，觉得自己很肉，过来挖真能装，挖真能装没用，想打真想放真能装血，但这边兰博开大招救，其实没必要救啊，真能装都如果死了那没人能活了。
我一个大招把小号直接洗残了，小号人没见到一滴血，拼整剑，小号抢到了角落，小号抢到小号，安吉拉过来闪现，晕的是小虎，小虎这里腰闪弗兰朵闪现过来挖地道，小虎这里还有大天使，大天使这里被打掉，小虎这个位置应该倒，小虎这个位置一倒，看天一波刮，刮了之后没伤害了，群众无手了吗？奈特这里被水豹接起来，完了后续有入了，入了过来要收谁？入了兰博过来闪现往前冲，总死了这边的 missing， 总死了 missing， 两个双号看看到底要杀谁？天动了波没动到，奈特这个位置肯定是必死无疑了，谁来都得死。哦，奈特是必死无疑了，不过还行。啊，人头交换，三换二，兰博这里哇跑不掉了，被弗兰朵动动波波到了。二换四拿到小龙，能接受，就抓京东反应不过来啊。因为打得太快了，右边打大龙其实打很快的，蓝波也有伤害啊，又过来偷你两枪，现在又到了入了最擅长的环节了，就是在中路一直压中路线，利用中路线的优势，小兵给入了当眼，然后入了上去滑，这里忍不住来过来找入了，你喜欢滑，你滑谁呢？入了又是入了，这里直接被秒杀，又没有闪现，你喜欢滑，这样杀掉了入了，微博技有机会，五打四京东技大哥没了啊！安妮这个他打得太漂亮了啊！克里斯比这个位置要倒了，克里斯比小虎不能死啊！小虎你跟咱们的 AC 一样，小虎这里也倒了，小虎也倒，卡桑蒂还有用吗？卡桑蒂还是个 still life， 正装还活着，弗兰朵要一打五了，弗兰朵赖德也不敢一人，到底要一人，弗兰朵要一打五了，黑子说话。知道自己跑不掉了呀，小号要被粘到死，过来想换掉了，但是弗兰多啊、你必死无疑了。这个男人叫做范小枪，他最擅长的就是开挖掘机，过来直接打龙，知道你下路真的装不在的假 A 龙正打团吗？这来的有点慢啊，大龙血量掉得太快了，只剩5000血6000血了，但是金龙技太稳了，不敢打到底，一个大刀洗血，小伙被洗麻了，小伙这个位置没血量了，小伙没血量了，要不回家踢出来，小伙说等我，我踢出来，看拼惩戒了吗？大龙拼惩戒，小号没想到之后弗兰朵往前涌过来一个恶狗扑食，但自己好肉，弗兰朵啊，你又一个闪现弹，小伙子里又要死了，小伙子里死的赖台的滑 is still alive is still survive， 最后被一个天音波成功命中，正面好像不太行了，正着装这里没办法，这里怎么有个墙啊，入了在这反复横跳，牙膏这安妮太有作用了，这两波团安妮这把 MVP 了，太有用了，这两波团都开得好啊，牙膏，我说实话虽然弗兰朵残局打得不错，但是这两波团的关键先生就是牙膏啊，牙膏这两波团打得太好了。